印度最近空气品质恶化，这空气污染的程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100倍啊！即马因的首都新德里是伫咧宣布即个红灯停课了后，后礼拜开始也会进一步来限制车辆的使用。一日透早，新德里市中心能见度真差，并且会当看到人影经过，也是当日做运动。当局已经宣布小学停课，继续延长到初三。佮用新规定，13到20将实施车牌号码以单双数，配合日期闪开上路。आनंद विहार क्षेत्र में कल मैं गया था तो बहुत आंखों में वैसा लग रहा था। 环境专家表示，车牌号码单向后分流的方式，自2016年起实施几啊摆，缓解塞车的效果较好，颠倒减少空污的成效较差。在你排定接了后，有了空污会变得更加严重。虽然当局禁令，但民众有关关系伫街路放炮啊。There is almost a 15-20% increase, that one is seeing both in the outpatient.An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. 印度地球科学部初三的数据显示，新德里空气品质指标突破数达700，其实已经超过严重等级的500，也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标准100倍。好好停课，德里返回需要停止建设施工。根据瑞士的及时动态世界空气品质地图 IQAir， 德里到初六已经连续第三天空气品质的回归险，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第二严重的城市，仅次于巴基斯坦第二大城。拉哈尔，不过这两个城市其实拢在危危险的范围。拉哈尔因为作农的小稻草，汽车废气排放严重，居民不满受有毒的空气影响健康，新德里的污染声音也对数。Record is like a legend for us, so nothing can stop us. I mean, that is why I'm here with a mask on.To support the best team. 迄天伫新德里登场的棒球世界杯，斯里兰卡孟加拉的比赛如期举行。主办单位伫球员休困室装空气清净机，伫外口使用喷水器减少污染物。前几天因为避免影响健康，也取消训练，化吹暗，甲好球员踮伫室内。当局初步也已经为此禁止伫新德里建设施工，限制卡车甲单行车辆进入。公司新闻英文连编译。